独家记忆百变人生，欢迎您收看最新一期的记忆，我是孙宇。1971年7月的一个早晨，美国驻泰国大使在曼谷邀请了一批泰国外交官和学者参加了一个工作早餐会。席间，这批泰国人见到了当时美国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那是基辛格离开中国之后的第一顿早餐。当年的7月9号到11号，他完成了第一次对中国的秘密访问，返回的时候转到泰国。基辛格转到泰国并不是为了和泰方商议有关美中高层会晤的事情，他给那场早餐会确定的讨论主题是如何结束越南战争。席间，泰国社会活动家素勒·希瓦拉萨回答基辛格，结束越南战争的关键是中国。听到这个回答，基辛格愣了几秒，然而就是这短短的几秒钟，让二战后和美国交往甚密的敏感的泰国外交官意识到中美关系可能将出现曙光。这给泰国政坛中支持中泰建交的一批人增加了底气，因为他们很多人已经为此蛰伏了近20年。桑帕塔努泰便是其中之一。1948年到1957年，作为时任泰国总理栾皮汶的高级顾问，他一直致力于促成中泰两国的建交大业，并为此奋斗半生。更为了彰显诚意，在1956年将自己的一对儿女送往中国作为人质。今天记忆演播室就请来了他的女儿，日后中泰友谊45年的桥梁西林帕塔努泰一家，来讲述中泰建交45年背后的风云故事。欢迎各位光临我们的演播室啊！那个两个小朋友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的名字吧，好不好？从你开始，你叫什么名字呀？周周。周周啊，是不是那个周恩来的那个周啊？对。一周两周的周，是吧？那个是你什么人？他是我的弟弟。他是你的弟弟，他叫什么名字呀？周丹。周丹。他叫周丹哈，欢迎你们两位。那个常媛女士您好，这位就是我的儿子，您的儿子啊，您的公子常念周是吧？欢迎您。56年的时候，当时从外交的关系上来说，双方还没有建立，没有建立像现在这么友好的这样的关系。根本没有外交关系，是，而且还是敌对国，两国是个敌对国。是，当时世界第二战的时候。世界变成两块，就分成两块，一个是苏联块，一个是东西方的。那么泰国当时掌权的呢，就是龙必文上将掌权，他的脑子人家都知道，他的脑子就是我父亲，他的政治外交政策全部是由他来制定，由他跟总理怎么说怎么做，因为总理是个军人，他不懂这些，所以他是龙皮文总理的智囊。这是唯独的一个很重要的智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父亲呢就是出于不明白，就觉得这个共产党很害怕，中国是一个龙，他已经起来了，但是这个龙将来对我们这个小国到底是个什么影响，这一点他非常担心。所以开始的时候呢，他就是因为他也管那个宣传，国家所有的宣传都是他来管，所以呢他就开始的时候就宣传这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这个有牙有大齿要吃我们泰国人了，小心点儿什么，都是我爸爸。他办公室里头就有专门人，就每天画这个画。我还记得这只牙出来，又要吃人呢，又就那样。后来我父亲呢，唯独的一个官儿，他接的就是他是第一个泰国国际工会，泰国工会的那个主席，因此他就经常每年到瑞士去开那个劳工会，国际劳工会。他去每一次去呢，他开一次会，他就到那个书店去找马克思的
书，找毛泽东的书，找什么共产党的书来念，到底这帮人是什么。功夫不负有心人，事情在1954年出现了转机。1954年，桑帕塔努泰在日内瓦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期间，偶然看见了当地报纸上周恩来的照片。他发现周恩来总理的儒雅风度完全不同于美国宣传的残暴形象，因而萌生了接触中国、了解中国的想法。次年万隆会议召开，泰国不是成员，但桑帕塔努泰谏言栾皮问总理，泰国应当派代表参加，侧面打探中国情况。栾皮问随后派出了曾在联合国任高官的望亲王，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会，秘密接触周恩来。会议期间，周总理听闻泰国有人来，立即安排晚宴，邀请望亲王讲述中国外交政策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席话让望亲王对周恩来充满了敬佩，对新中国充满了好奇。他返回泰国后随即请见了泰国总理栾皮问，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谁说周恩来是土匪，他是中国的绅士王子，他是天才的外交家。很快栾皮问和望亲王一致同意启动特殊渠道秘密接触中国，建立互信关系，而联络中方大小事宜则全权交由桑帕塔努泰一人负责。于是万隆会议之后，周恩来三个字便成为了桑帕塔努泰家中最常出现的声音。泰国的代表更是经常以经济文化交流的名义往返于中泰两国之间，但这频繁的往来却引起了美国当局的反感。他反对泰国和中国之间发生的一切关系，并以经济制裁等手段威胁泰国政府。迫于无奈，泰国第一次关闭了通往中国的大门。但是他们并没有坐以待毙，在翻阅了大量的资料之后，他们发现在古代，为了保安宁，泰国的统治者通常会将自己的孩子送到中国，以显示他们对于皇帝的忠诚。于是鉴于这条古老的纳贡制度，泰国政府决定要和中国建立起一条秘密的外交通道。从那个时候起呢，所有的中泰关系都通过我父亲，就那么一条线。爸爸为了进一步给周总理表示，因为当时别忘了我们派部队到朝鲜去打中国，部队还在那儿，那个时候，但是呢，那联合国军的一部分。但是怎么办？就是怎么让周总理和毛主席知道，这个人，这个桑帕塔努泰和他的政府，愿意跟中国友好。爸爸就只能用原来老的那种就是把自己亲自的血肉呢送给中国。来证明他不管要做什么，他就是要为了中泰关系要建好两国的友好关系。其实他是表达他的一种诚意，诚意，只有这个办法。我听说当时总理的孩子本来要去的是吧，就是泰国总理，泰国总理，但是他的孩子都很大了。为了在中泰两国关系僵化时期培养出两国间的使者，桑帕塔努泰决定送自己心爱的女儿和第二个儿子前往中国，因为这个儿子的名字是望亲王赐封的，在泰国只有两个人可以使用。他希望周恩来总理在看到自己儿子时能想起万隆会议期间的望亲王，于是他亲笔修书将此决定告知中国政府。可没想到这个请求却遭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拒绝。周恩来总理意外拒绝，秘密外交通道将如何建立？爸爸说时间到了，我们要不要来了。泰国多位政要事故频出，波谲云诡的暗杀行动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记忆正在播出。1956年的4月初，桑帕塔努泰接到了周恩来的回信，信中说，中国人民真诚希望以万隆精神促进中泰关系。关于你的儿子和女儿来中国的问题，我深切地感谢你对中国的友好和信任。
然而在经过充分的考虑之后，我们认为目前还不是你孩子来的时机。无论从目前的政治形势还是从你个人的利益来看，都是不合适的。虽然纳贡的请求遭到了拒绝，但是桑帕塔努泰并没有放弃他的这个想法。在随后的多轮书信交往当中，他坚持让周恩来同意以学习的名义接收照顾这两个孩子。1956年8月19号，桑帕塔努泰的两个孩子在护卫的陪同下踏上了前往中国的行程。我还记得爸爸说一句话，就是说爸爸怎么爱你们，你们走就像砍掉了我的一个我心里的一块肉。所以他走之前说这话的时候您还没感觉，您以为去玩两天就回来了砍什么肉，肉还回来了最后呆呢是比他，我认为比他自己想象的也长得很多。是他，我估计我当时的外公呢，他可能也想也最多也就是那么一两年，因为他认为马上关系就好了。就是把您送到中国了以后，到中泰之间建交，这中间隔了多长时间？20年。20年之后，1955年、第一次万华亲王跟周总理万隆会议，对，那么建交1975年，我们第一次打钟把两国最高人物会见是1972年，就是尼克松来以后。爸爸说时间到了，我们要来了。那是72年。中泰建交之路为何一走竟是20年？世界马上就要变了，这是一个大变动的开始。初到北京，什么样的景象会让8岁的泰国公主把它比作垃圾场？各个全部都是黑的，骑车也穿着黑衣服，戴着黑帽子。记忆正在播出。1956年8月25号，经过6天的辗转，泰国兄妹终于到达北京。对于1956年的北京，妹妹希林在日后的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我曾试图描述从机场到饭店沿路看到的那些阴暗的土砖房，它们很丑陋，没有粉刷，没有泰国的蓝绿颜色，更没有高楼大厦、宽阔的街道和车水马龙。”看到的只是少量陈旧不堪的公共汽车和稀稀拉拉的卡车与轿车，他们被淹没在马车和驴车堆里，在那些邋遢的环境中竟然还有骆驼在漫游。但是就感觉整个马路上各个全部都是黑的，骑车也穿着黑衣服戴着黑帽子，没有一点颜色，很失望。56年的时候您多大岁数？八岁哈、您当时是怎么想的？跟着哥哥一块儿到北京来玩？到北京？不，我就是想坐飞机，没有到北京，我们也没有人告诉我们没有这概念到北京。我以为出国就是像我父亲经常去瑞士、伦敦什么那样的走一圈，我们也是特别秘密来的。陪同我们来的有4个那个保镖。我一上飞机我就很后悔，我以为飞机很好，就是上飞机很好。其实上了飞机，那个是四个螺旋桨，运输机，那种飞机飞的特别的难受，那个上上下下。我到了缅甸说不去了，要回泰国了。我现在一辈子再也不坐飞机了。乔女士，那是您真的是第一次坐飞机吧？是的是吧？那等于是一站又一站的坐够了，算是坐够了、我本来是想就来那么几天，然后呢回去就可以跟大家学习啊、跟小朋友学压一下学压。那个时候不简单了、能坐飞机的小孩没有几个。您知道要在北京待多久吗？不，一直就以为要在北京待一个礼拜。我想真正知道要在北京有任务的是我哥哥。但是您不清楚？我不太清楚。就以为就待一个礼拜，所以待多了，而且当时也是有那个安全问题。就在桑帕塔努泰决定将他的一双儿女送往中国之后，一系列围绕他的暗杀行动接踵而至。先是他的朋友在陪同
栾丕汶总理进行国事访问时被杀害，后来又是他自己在参加一个府会的宗教活动途中莫名其妙地出了车祸。这一系列的巧合不得不让刚刚接到泰国兄妹的中国政府紧绷神经。既与中泰关系的人既然可以把矛头伸向桑帕塔努泰，那么他的这对儿女同样也会受到威胁。所以总理就我们就住在那个北京饭店，第八层，整个那个层给我们。来到北京以后，来北京的时候，我们不能随便出去，人员都住在那个地方去。然后呢，我们一般就有的把那个房间弄成乒乓球啊、台啊什么，都在那玩儿。就是出去不好出来。在极度不适应的环境和烦闷的生活中，天性好动、向往自由的兄妹俩开始在无聊中自娱自乐。后来那个我们就很有点烦了，所以我就想出办法。有一次他们带我们去看那个杂技，有扔球的，说哦，我知道了，最快的回泰国就是将来我就学这个，不难，学完我就可以回去了。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开始练，一练就把灯泡给弄灯泡就给弄破，一弄破是服务员就很客气的进来就把灯泡给换了，我们就挺高兴的。天天这样弄的话肯定很快就把我们送走了，这么坏的孩子留下干嘛。是这么来的。故意引起人注意，故意引起做不好事儿，就可以回去了。其实两个字就是想家，想家，想回去，没有别的，就是想回家。您想了很多的办法，但是好像还是不行，就是还是要留在这儿，是吧？开始的时候看我们整天也没事干，就打破这个那个，所以呢，组织可能就是有三四个人呢、每天都来跟我们在一块儿，没事，请一个老师，泰文老师来。那个就是华侨来教我们泰文，另外呢也教我们中文。我们一听说教中文，我们就开始有防备了，防备了。我为什么要学中文？我马上就回国了，我不学中文，没有这个爸爸没有说要学中文，反而可能要待得更长。爸爸没有说让我学中文，所以老师怎么教也教不对。老师说这念可以，我们就念可以。老师说这叫泰国，我们叫泰佛。所以呢，那老白老师气得都快气哭了。然后呢，我们还到他这个自行车呢，把气儿给放了。那个做了很多坏事，就是不想学中文。等到这种情况呢，过了一个月，我们那个就是一个就是搬家了，从那个饭店出来，然后呢到了家，总理给弄了一个在东城啊，弄了一个四合院，那个、是吧？一个大的四合院。一说搬到家，我们就更我心就更没底儿了，这本来住饭店马上就可以走了，对，最后又住到家里头去，是，就，所以就脾气就都来了，都不舒服。到了四合院以后也是想尽各种办法，对吧？对，踢球踢到被单上了，踢到人家刚洗就踢，要哥哥跟我一块儿，要不我就要坏。哥哥老求我，你别不要当坏，想着点爸爸的面子。我不想，我会想回去。您哥哥当时比您大几岁啊？四岁，他是很稳重的一个人。我看电视剧的那个对话里面，其实哥哥是做了一些劝解的工作啊，没用吧？没有用，没有用，到今天也没有用。也不听哥哥的，也不听哥哥。哥哥听我的。哥哥听你的。栾丕汶总理跟我哥哥谈话的时候，给他走的时候，我们去那个告别。栾丕汶总理呢给他一个笔，帕克笔，也给我一个笔，还有一个包，然后说你要代表我，代表爷爷，所以就说我哥哥是代表那个他，所以我哥哥总觉得自己挺有身份，那样有责任。我是没有什么身份，我就来玩。所以呢，那个哥哥做什么事都
都想的那个的。他是有使命的。他有使命。那后来什么时候开始，老师能真的教？我觉得就是那天那个林山南叔叔来了，还有来了的时候呢，就来跟我们说，哎，今天礼拜六，周总理正好有空，现在你们就去。我们听了以后忽然就吓坏了，因为一直没有想到，那是一个多月了以后，一下子来了。所以呢，常怀就我哥哥就把他最好的那个领带呀、最好的衣服就穿上，我也是打扮的漂亮的裙子。后来我们也不知道是去哪儿，就上了个车，并不是太远，因为我们家就在东四那边，就一会儿就到了。进了那个可能是新华门那样，我们一看那个大门还有部队站岗，我马上就感觉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地方。突然我们俩就看脸，就我和哥哥就看怎么办，那些坏事我们做的一直就只想着我们做的那些坏事怎么解释这个东西。结果那个车我记得慢慢的就开得很轻很轻，我哥哥说连这鸟在这儿的鸟啊，他都很有礼貌，都不叫得那么响，都咪咪咪咪的叽叽叽叽的叫，鸦雀无声。对，结果呢那个车又走得很慢，我们俩就看怎么办，我们就抓了手，哥哥就说啊，没关系，咱们都做好拜，然后就慢慢再说。我哥哥就跟我说，因为最坏的还是我，所以一直一路上就心里颠颠簸簸的，就到了那个总理的家，还挺远。到了总理家以后啊，就是本来我们以为是跟正式场合什么那样，哪儿啊，周总理走下来见我们，来给我们开门，我们一见那个情形，我的自然的反觉呢，就是跳到他那儿去了，把我头抱到他那儿，他就非常高兴，就把我抱起来了。后来我哥哥刚捡起来，我们忘了做这个坏，练了半天，没有弄做这个坏，只是最后总理跟我哥哥握了个手，结果呢就跟一家人一样，他就把我还有邓妈妈就把我们请到那个家内。廖承志第一次介绍给我，就说这是他最最最信任、最最最好的朋友。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孩子多，他的孩子可以是你的朋友，跟你一块玩。后来才知道廖公有七个孩子。后来我们加上你们两个九个，所以我们也是经常到那儿。廖公就跟我爸爸一样，真的是对我非常好。到那儿以后呢，就是开始我们就先这么做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每一个桌的后边有那个丝什么雷，可能你现在都不知道。我知道。放后领导的家都有。哦，明白啊。那个中国的工艺品叫钩针，就是用线编织的图案。我就觉得挺奇怪的，老有，所以我没事干，我就走着这样都把它收开了，就都把它收完了。您走的时候给拿走了？不是走啊，我哥哥谈大事儿，什么我代表。龙丕文总理向还有我忘怀亲王向您阁下什么什么，他说一堆，他报他背的要说这些话。我呢就一边走就一边拿，我是一点担心都没有。我就周总理看我挺随和的，就觉得挺可爱的，就问我小朋友在这儿怎么样啊，在中国这感觉怎么样啊。我就跟他说真是没事儿干，我说没意思啊。结果我就看我哥哥的眼睛瞪着，但是呢周总理就哈哈哈就大笑起来了，把我抱起来说你这个小姑娘，她可能也挺可怜的。后来就变成另外一种情况了，就不想说泰文了，因为别人都说中文，就
而且我这中文又学的比较快，女孩嘛，跟女孩玩什么，跟廖家他们玩，所以呢，我就不想学泰文了。总理就专门派了一个教泰文的中国华侨来教我泰文。所以我今天的泰文这说得好，能写能念，一定要把大功劳交给周总理。在周恩来总理等人的悉心照顾下，这对泰国兄妹慢慢地开始适应这里的生活，很多中国元素慢慢地进入到他们小小世界中，麻花辫、粗布衣衫，甚至他们每个人还拥有了一个中国名字。我的本名叫西林，就是西林帕塔努泰，很长。我们发现来中国，中国的名字很短，没有人知道我们叫什么名字。最后要上学了，廖承志爸爸的妈妈廖阿玛，廖阿玛就说给他起一个中文名字吧，所以呢，廖阿玛就给我们起了一个，我父亲是桑帕特努台，他就起了个长，谐音，谐音是长，然后呢就看了我，然后他就写圆，就是漂亮的小姑娘，然后他给我的哥哥呢，老大他就起怀，叫他怀念祖国，所以就叫常怀。然后呢，老太太很有纪律，就把这个送给周总理来批，说能不能接受这两个名字。后来周总理说，非常漂亮的名字，又有意义，所以从此呢，我在中国的名字就是常元，我的儿子也借用了这个这么伟大的伟人给我们起的给我们的姓。这就是你们在那个四合院里边对时候的照片，很大的是是吧？这个穿着如果这个呢是其实我们是冬天要滑冰的，就在我们那个大院里头，工作人员做了个做就放水然后冻冰，我们就在那儿，在那儿滑冰，滑冰，嘿，太厉害了。这个见到冰，见到冰雪，也对您来说也是很，也是很头一回吧，很冷，冷。但是屋里很热，因为那个周总理改造家里的时候呢，用了那么高的那个苏联的那个热暖气，那片那么大。吃方面您有没有觉得特别不适应？因为我们那个家里总理给配了那个。师傅呢是从泰国来的他们到那个36号吧在东安门那个地方去买东西，就买那个特供的那个给我们，当时对我们很照顾。当时那个您说说我们北京有什么不好吃的东西？没有好吃的没有好吃的都不好吃，所以每天都给我们做炒鸡蛋。常元女士，其实我听您说话包括念周说话口音跟咱们在北京的任何一个人的聊天是完全一样该的，因为在北京长大。他地道，他爸爸好，他地道是吧？周周比爸爸说的可能更地道。周周，你是上小学了对吧？现在，对。你在哪儿上小学呀？实验那小。你有好朋友吗？在班上？有好朋友啊。周周看起来特别的乖。在中国，其实见了总理以后，您的生活还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哈。比如说您开始学中文了，比如说开始慢慢的有了一点好吃的东西，就是烤鸭烤鸭。第一次吃烤鸭是谁带您吃的？周总理。是总理带您去的啊？走那个小胡同，很小，在前门。在前门。但是我不敢告诉你，从那个时候起每天中午都吃烤鸭啊。每天中午？因为您爱吃是吧？因为没有别的吃。对，今天我们为了让您回忆起那个走那个漫长的小巷去小胡同去吃的那一幕，我们还是请来了师傅啊，现场给我们片几片。我们掌声欢迎这个师傅上来到我们演播室啊，来欢迎他。就在常元因为吃的不习惯发牢骚时，周恩来总理带着他来到了前门，在这里他吃到了最爱的食物烤鸭。常元女士，当时您第一回是总理带您去吃的烤鸭是吧？那是那年的春节，
春节总理带我们去，您逛那个庙会吧？那个时候不叫庙会吧？你看他一片，哎，可以呀、啊，周周。嗯，真的好吃吗？饿了是吧？周周味道怎么样？跟叔叔说一下。你爱吃泰国的好吃的菜，还是爱吃中国的这些好吃的菜？中国的。喜欢吃烤鸭，还有什么？没有。哦，就只有烤，最爱吃烤鸭呀。对，他就爱吃烤鸭，是不是？因为从小在中国长大。桑帕坦努泰把一对儿女送到中国时，原想在短期内促成中泰建交，但没想到的是，栾皮文政府很快被政变推翻，而他本人也因侵华被送入监。当消息传到中南海，常元的哥哥常怀提出父亲已经被捕，继续留在中国已没有意义。对于中国来说，他们就像废棋一样。在狱中，常元的父亲时常收到周恩来通过特殊渠道给他通报的儿女平安的消息，这也成了他七年苦闷监狱时光的最大慰藉。这个呢，是1956年11月份周总理写的，山帕特努泰先生，你7月27日和8月18日的两封信都已经收到了，这个是总理写的。我很高兴，近半年来中泰关系的来往有了新的发展，烟叶贸易也已经谈到很圆满的结果。类似这样已经说明啊，当时爸爸送来的都是高级，那个我还记得这个烟叶这个代表团，嗯，是我们那个王室的一个人，他是做这个方面的，他亲自带团来，总理接见，当时海军总司令爸爸也送来，也到我家来，秘密来，回去以后就被捕，就公开被捕，然后就从后门走，就跟美国玩两面，就这样啊。每一次信的最后的时候总说，你的两个孩子我已通知有关部门负责安排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我们将尽力使他们过得像在自己家一样的温暖，可以请你和你的夫人放心。嗯，类似的话非常感动人。然后最后签周恩来。另外一封信呢，就是1957年2月份，这个呢已经是两个人关系非常密切了。亲爱的山帕特努泰先生，我高兴地收到你1956年11月22日的和今年1月7日的来信。由于我在国外进行友好访问，没有及时及早地给你回复，请原谅。你的孩子们在这里生活得很好，在我出国之前，我会委托这里的中国同志们代表我接他们到他们家中欢度春节。这就是廖家的家，把我们接过去的。这是1957年的信，所以对我们来说呢，这样的信来往很多，就像您可以听到的。但是呢，时间过得那么长。有的呢，一个最主要呢就是政治迫害，当时那个他们部队呢，就是军政，他们就要拿到一个证据，说明我父亲呢是共产党，是跟中国的什么联系。但我母亲呢，她是一个叫什么呢，政治家的夫人，她出身也很高贵，他很清楚这事情会发展成什么样，所以呢，他就把他爱人最珍贵的东西，像这样的信件，还有我们留下的几个老的相片，都是妈妈那个时候呢，就还没有开始，那个军队还没有开始动的时候呢，就把它放在塑料袋里头，把它埋到家底下。这个水也没漏，也没什么，所以很多文件是保留下来，很多也丢失了，就是最后。大家知道，其实泰国国内的这个政治风云也是变幻莫测，也是变化多端，是的。所以，如果不是您母亲有心把这些留存，可能今天我们见不到。见不到。但是刚才您读的两封信呢，不像一个共和国总理给另外一个国家的
反动国家，智囊，这个反动的敌人写的来往的这个公干的信，像是两个老朋友的，是的，是的家书，啊。但是您知道吗？这两位伟人从来没见过面，完全是书信来往，书信来往是吧？相信信念，在无微不至的照顾中，常元兄妹在北京度过了小学、初中、大学整整14年的异国生涯。你们要做中泰友好的使者，这是周恩来总理经常对常元兄妹所说的话。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常元14年的蛰伏终于在1972年大放异彩，他促成了中泰的乒乓外交，成为了中泰建交的关键人物。周恩来总理最后一次接见外国总理就是泰国总理。1975年7月1日，周恩来总理抱病出席中泰建交的签字仪式，这也成为了周恩来总理生前签署的最后一份建交文件。当时1972年，当尼克松来到中国了以后呢，我爸爸就已经，他是个政治动物，他就感觉到世界马上就要变了，这是一个大变动的开始，泰国不能晚了，所以他就通过他的最好的朋友，他正好是泰国政客里头的3号人物，他又特别相信我父亲，所以我父亲就说，现在就要开始，你开始中国正要做那个乒乓球，比赛，亚非乒乓球比赛，最好呢让泰国也参加，告诉那个军队的，结果他们也同意。同意的时候时间才有10天，怎么办？那个时候没有一条路能联系到最高的中国层次，没有。所以呢，我爸爸就说我女儿在伦敦，她可以联系到周总理，只有我一个人当时能办这个事儿。来了以后呢，我马上就跟宋志光大使，第一个的驻英国的中国大使，我就跟他马上就联系上，在16个小时之内，总理就回答，热烈欢迎，但是要常元先到中国，所以他们使馆就安排我先飞到中国来。1972年9月份，他夜里2点就决定要接见我带来的那个泰国高层军队的那个代表，所以呢就在那个人大会堂见面。那个时候是周总理已经病也相当发展了，但是那天晚上他非常非常高兴，他让我们先到半个钟头，和我和哥哥先谈，就说等到今天我们等了20年还是值得，他说还是值得，中泰关系一定要好下去。所以我感觉到那天晚上周总理是非常非常高兴，而且好像是做完了一件事情，做也做成了一件事情。曹女士，您刚才说的这个场景是在这个75年之前的72年，72年的时候，泰国当时的3号人物是吧，就来到了，带他来，来到了北京，才有今天，才有75年，新华社拍下来的可以看得见，就是周总理对在正式场合上，用我作为翻译，这是没有的。中国领导人用外国人来做翻译给他是没有的，但是我呢，作为他相信的孩子，中泰关系最关键的时候，我做唯一的。为双方做翻译，然后呢，周总理就跟巴什先生说，这两个孩子就是我养大的，非常亲切。所以常女士，您是名副其实的中泰之间友谊的桥梁和见证。我们是桥梁。和周总理见的时候主要是谈那个台湾问题，泰国一定要承认一个中国，谈得非常好。3年以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就是今天的效果。所以这个72年的这次重要的这个会面非常重要，然后75年等于正式有了结果。对，但实际上它播下的种子是在56年，二十年以前。我听说其实念州，你现在也从事着跟妈妈一样的
类似的这样的促进中泰之间发展的关系的工作。嗯，主要是做这个跨境，尤其是中泰之间的大并购，大投资。像我的名字，也是母亲请了总理，说他如果是个，因为当时还不知道是个，是不是儿子，他还跟也是跟总理说，如果是儿子，想叫他常念周。你说你看一下这大屏幕上的照片啊，对，这是你。然后里边还怀着我弟弟呢，三岁不到，三岁不到，这跟邓妈妈照的合影是吧？这是第一次邓妈妈看见他的，所以这个是其实是三代人之间，三代人啊，其实时代变化，两个国家之间这种交流的方式和需要的需求也是在有变化，也是在变化，在政治方面上现在已经非常顺了。我的想法也是，就是继承了我们家的这个传统。也是，但是也是用了我自己的方式，来传下去到，希望能传到他们两位，第四代。这是因为我父亲的意图，愿意让我们常家呢能够世世代代的传下去，把跟中国的关系。有些皮肤问题不注意后果很严重，几次要跳楼都被孩子给他抱住了。大吃大喝能治病，石头炭类成药方，这个医生看病不走寻常路，每天吃牛肉吃羊肉吃辣椒吃葱吃蒜随便吃，精打细算，他的药好用不贵，为病人省钱有方。名医黄瑶洲做客记忆国医，为您解读皮肤上的那些事儿。